练舞吧，很会做卡片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因为会觉得自己在跳舞的时候好像很美，觉得自己在发光发热。自信就是你有把握去把那件事情做好，然后就是你在做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我会失败。那种自信的女生的话，就是会比较活泼，比较阳光，会带给别人就是正能量的感觉。我想要变成就是做自己的话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谁输谁弱，坚强一点的人吧，可以带给别人正能量跟快乐的人。